情是这样的，我有一个很黏我的外甥。下个月生日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假面骑士的变身腰带要送给他当生日礼物。但是呢，我买回家以后发现他的操作有一点复杂，再加上他的说明书都是日文，所以我决定要来拍一支影片教他怎么玩。加加，这是九月刚开播的假面骑士圣刃的变身腰带。那这一次的主题是圣剑跟书本，所以就是除了驱动器以外，还有一个剑，跟它本身有附一本书。然后呢，我还买了一个彼得潘，还有他初回限定会送的 Hidden 的书，这样子的话就有三本可以让它放在这边。现在我就来打开它。麒麟不好意思，阿姨先打开它咯。很多东西耶，首先是把戒，它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洞，然后准备一支笔，把它戳开，哎，然后往前推，哇，要用的是这个四号电池，装三个进去，然后再把它装回去就好了。咚，然后这边有个开关，再来就是这个，咚。有没有很帅呀？然后是这个驱动器，这样可以把它插进去，拔剑也有声音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书，书的话它是可以打开的。好，那我们来开另外两本书。P 大版它打开也是会讲话。哎，然后再来是这个 Hidden， 哦，它好亮哦。Hidden 的话呢，因为它是正品，所以它就不会讲话。好，那我现在要来教你要怎么玩它了。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呢，它除了变身以外，它还有四种就是放绝招的方式，就是有四种玩法。那我这边呢就先教你怎么变身。Brave Dragon。第一个，你要先把书打开，哎，然后呢，把它插进去，然后呢，它就会唱歌，这时候你就拔出来，你就变身，呜，好，我再来要教你怎么用两本书变身。跟刚刚一样，就是把它插进去就好。喂，然后呢，帅气的把它放进去，啊，就会唱歌。这时候就把它拔出来。然后呢，你的左半身就会变成这个披萨版。
他讲得很长。好，再来要教你怎么用三本书变身。これが三冊の力。就是把第三本插进去就好了。那因为这个他不会讲话，我就不打开他喽。进去。我会唱不一样的歌。仔细看他的光。就它其实这个是会变颜色的，但是现在太亮了，可能看不太清楚。好，那我现在来教你除了变身以外的第一个绝招。デオスク。非常简单，你就是这个书封面这边稍微往后面按一下，然后拔出来就可以了。来试试看。好，我们就可以拔出来。就这样。好，那两本书的时候呢，就是你就可以看你要按哪一本，按 Peter Pan。你也可以同时按两本。可以同时按哦。好，虽然前面这两本就是你压下去它都会讲话，但是因为最后这一本白色的它是正批，所以它压下去它也不会讲话，所以你就是用这两本玩就好了哦。好，再来第二个。ジャックと豆の木。ふむふむ。習得。一千。ふむふむ。習得。一千。它一样很简单，你看这个书的后面啊，就是有这个银色的地方嘛，然后剑上面也有，所以你就是把它们合起来，然后按一下就可以了。来试试看哦，按一下。我们来试试看用两本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按一下，你先。好，就是他就会唱你两本书，然后变成你先，然后最后来试试看三本。なるほど、なるほど。三本他就会讲なるほど、なるほど。按一下。好，再来是第三种。变身完以后，这边按两下。然后你就不用拔出来哦，你就会使出踢技。好，那两本的时候呢，就是也是一样按两下。它就会变成哈哈哈哈呀。你就可以去踢敌人了。那三本的时候也是一样按两下，它就是只插在它唱名会唱这三本。哦，来咯，
就是踢比较多下这样。好，再来是最后一种。火炎十字山必殺ドカーヘリドハッテンドラゴン鉄拳ホークピンターハン射殺撃ドラゴンとファイヤー妖精さんピーターは妖精さんのお友達です最後一種呢就是按一下拔出来来试试看好，两本一样，按一下拔出来。好，再来试试看三本。哎呦，按一下，你仔细看它的颜色。它的颜色是会变的哦。好，最后让我来帮你总整理一下。ブレイブドラゴン。グ。ブレイブドラゴン。ブレイブドラゴン。ブレイ是不是真的有点复杂？因为它这边就是可以放三本书嘛，所以你放一本书、两本书、三本书的时候，就是又会产生一点点些微的不同。但其实你就是掌握一个大原则，就是它放绝招的方式就是有四种，这样子就好了，你就会玩它了。好，那现在我就来实际别这个腰带给你看看哦。加油，是不是很帅？好，那我现在就来变身给你看咯。 Go！ 布雷布ドラゴン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买给你的生日礼物啦。不过很可惜的是呢，因为我现在暂时还没有办法回台湾，所以你可能要等到明年你才玩得到它咯。怎么可能？我是谁？我是佩瑞耶。看一下你后面是什么，先马上转过去看。那谁？